人妻诸葛子琪玩旋转木马好开心啊，但唔知点解睇埋寻日佢喺微博铺呢张相下面嘅留言，人生就系唔会事事如意，何必要强迫自己？尽咗心，无论结果系点都可以。尽咗力，唔通同老公薛家伦婚姻出现暗涌？去年他们曾经传出婚变，好彩之后拖晒手出来。咁子琪这个留言是什么意思呢？他 message 复我们说，没什么特别嘢，多谢关心。哦，咁就好了。